不好意思啊，我看见你在树下的样子很美，就拍了一张。怎么样？好看。那我拿这个跟你换。 什么味道啊？姜汁。小叔，辛苦了。有别的吗？巧了，你哥也不喜欢喝这个。这个口味，一般人都不爱喝吧？那不好意思了，我们家只有这个。 细节的相似，并不代表什么。我不是我哥，你别试了。你说的对，我呢，也该放下他往前看了。那你呢？当我保镖的事想好了吗？我还是那句话，我有什么好处？酒色、财气，你一样都不沾。 条件只有你自己提了。我提的话，那就让扫射单位一件事吧。具体什么事，等我想到了再说。好，成交。晚上扫描房间的时候，我已经连好摄像头了。贼喊捉贼呀！你这是，元真要是知道你骗他，会不会把你赶出去？我这是为他好，赶紧的。搞定，安全识别系统需要我弄吗？我来。 安保人员解决了吗？为了不引起怀疑，按规定只留了一个。你从一楼楼梯间上去，我去监控室帮你答应后。严总，辛苦，我进来了。 顾总监，刘科长，这两天大厦人挺多的，人力不够，千万别出纰漏。哎，对对对。你进到档案室之后，只有十分钟的时间，十分钟之后。 无论是成与否，都必须马上离开。怎么了？我看到严总的车在公司停车场。知道了。 我说怎么千方百计要留下我做保镖？原来是惦记我的权限卡。顾总监，我在下面转一圈。去吧。
大树底下，拍立得，姜汁汽水。哦，你来档案室干什么？找资料。我也是。那我们俩保密。嫂子，做小偷很刺激吗？这么晚不睡觉干嘛呢？睡不着，出来遛弯。遛这儿来了。你又为什么会在这儿？我来拿回我的卡。怎么，怕被监听啊？大嫂既然要我做保镖，麻烦你下次一个人出来孤身探险的时候，能不能提前告诉我一声？不然显得我很不专业。好，下次一定。别下次了，先跟我说说吧，为什么从档案室拿这个假账本？假的？假的？你怎么？因为真的，在我哥手里。他四年前查账的时候拿走的。你远在海外，连我都不知道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可能是怕你受到伤害吧。毕竟他当年就是查账查得生死未卜，嫂子也还是要试试。大不了做阴间夫妻。真账本是不是在你那里？当然不在。现在事情还不明朗，你身边的人也未必可信。那个顾城他就……关你什么事啊？哦，你是个好人。没错。走吧，保镖。去哪儿啊？你上车就知道了。嫂子要做什么我明白，我哥酒精过敏。大嫂酒量很好吗？喝醉了就能忘记他，算好还是不好？喝多了。
在家。回家。左家，别走。你说什么？左家，你回来了。你认错了，我不是他。你是，你就是。别装了，我知道你没喝多。你看出来了。我哥说过，你喝多了会哭。没想到啊，原来大嫂这么思念大哥。再说一遍，我就是我。我不信。那今天，我们就坦诚相见。你走吧，我要睡。晚安。小白。